这是茄子吗？丝瓜。丝瓜，哎，算了。你有什么不吃的吗？我不吃丝瓜。这个丝瓜很好吃，它没有丝瓜的感觉。只要是丝瓜不就不 OK 吗？它怎么了吗？你觉得它有一股土味儿的那种感觉？不是，就是它味道一也不咋地，怎么就不说了嘛？然后呢，就是为什么要攻击丝瓜？不是，就是你一个丝瓜这个东西，它生的时候是硬的，你知道吗？它煮着煮着就软了，这个东西是。很多东西都是硬的，煮着煮着就软了呀。没有啊，你看黄瓜煮了就不会啊。有的黄瓜煮到可以很软，肉也是煮着煮着不是软烂乎的。土豆也可以煮软呢，米饭也是。No， 但它起码还是颗粒状的，就是它不是成那个样子，没形了是吧？对。我代表丝瓜协会向你提出抗议，你觉得它没有态度？结果太瞧不起它的存在，是山寨版黄瓜。他希望一个食材可以 keep real， 你来是什么样子，你不要妥协，荒唐吗？就是你对他有偏见是不是？我帮你干掉他来。一个对，可以可以。